按对，指对，来拍出代表弃圈。你不要给我搞人设哦！剪刀石头布，脚手布。哇！拿最快的请先上。林香，林香，好，请着装。你赢我们就直接吃。你如果输了他，他有话可以说。他说我赢林香，完蛋了。可以笑到最后。我跟你说。 第一集，他说他的那个加成就是你，对，所以你谁参加炸裂吧女孩会是最大劲敌。那个林香，因为他就是爱在我面前抢风头，把他压在地上打。他说他让他把你压在地上打。对，然后平常是我在让他的，今天不让他。今天OK，让他知道小香的厉害。小香，哎，让他知道是你把他压在地上打。对，为什么？ 为什么这也要？Hello，你拿到了什么东西？拿到什么？来，刚刚是说视频拿出来，他拿鞋子，帮忙握一下，看起来很厚，很厚，很厚，蛮厚，这个至少有。你看他有多矮？五公分。他直接从那个二楼下来，哎，我直接。哎，你穿这样跑龙舟？难怪，不是，哎，我没有用这个，我根本看不到地板，好不好？ 待会兄弟点的吗？兄弟点哦，你跟林香就是在今天健身章。好，比赛前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对方讲的？你说吧。我今天要让你知道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，你在地上打，你的脸很贵。哎，为了面子，这一杯。不要看。 没力了吧，玩完了吧，没力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停！获胜的是拉哥。 平时跟他打闹的时候，发现他也是一个人来疯的人。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人来疯的人，只是他那天就是有点微笑场，所以好像就被我找到破绽，拉到他的尾巴了。所以啊，哎，等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上去了。哎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不要再动用你的力气了。